之中，白色喇叭之中，好，然后下面你照下来，下面没有脚锥，好，就一般脚垫，一般黑色脚垫，嗯，然后测试软体扩拉机，那我们现在就试一段测试软体，好，来看一下啊。暂停，然后直接用品悦的玄武垫直接上上去，另外一个摆正后面，哎，你看一下后面三角点位置一样在正中间，然后我们再测试一次，X 轴消失了，好，暂停，就是玄武垫的差异性。